来看了其他的消息，对于这风台来时，要修这风台架这部分，咱这样每一个管区拢无啥共款。像是即个这台美风台来伫这台北新北市加这基隆，第21号是规工拢停班停课，啊，毋过伫边啊这桃园加新竹管区是休半工。对了一寡爱跨管区上班上课的民众，因是无啥清楚讲这到底是当休偌久的风台架哩。李仔会台美风台，八八基早伫前一暗就宣布停班停课，但是有人住伫大台北，煞伫桃园甲新竹上班，透早透风如何拼去公司上班，但是下昼桃园甲新竹管区宣布停班停课，又搁南甲规身躯下班转去，有民众就伫问讲，一工生活圈的管区是毋是当同齐休风台假？大台北生活圈为主啦，这样子，就包括桃园啊、基隆、新北跟台北是这样。一致吗？一致，我觉得一致比较好。各县市要统一的话，应该是蛮难的。那跨县市，也许自己可以，就是跟上司协调或是什么。其实，伫劳委会规定内底，只要劳工上班所在、住所在，或者是上下班经过所在，任何一个管区宣布停班停课，就会当休红台假。雇主也不能因为劳工这样子停止出勤，然后就去扣他的全勤奖金，或是给他其他不利的对待。劳工休红台假，头家袂当当做无来上班，或者是靠专款的奖金。若总讲一定在上班，头家在保障伊通勤安全，而且负担交通的费用。人事行政总署嘛强调讲，红台假因为毋是一个假期，无补假问题，但是若总讲上班，会当当做是代替加班。会不会有加班的这种部分哦？可以由机关来认定啦，基本上是可以的。宣布停班停课关系，因为安全考量，劳工会当唔便去上班。头家若准讲强制要求上班，或者是不利对待，经过检举而且查证属实，会当对这头家罚款上悬30万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